欢迎光临青春朗读社。我是肖化饼，我是小布。这个单元是青春朗读社，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则新闻。好的，我们要报什么咯？好，第二则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篇。这一篇呢其实我有点害怕。怎么说？因为呢它有点长，我不晓得等一下会有什么方式来呈现它。怕你会报到精疲力竭是不是？好，我希望我能抽到一个好的指令。可以啦。什么什么报告班长？你要报这个这么有深度的新闻？真的假的？我们本节目开播至今第一篇来自于端传媒这么认真的一个深度报道。怎么可能啊？班长有多久没写作文了？班长要回应是不是？班长回应。班长报告，部下在等你的回应。现在是什么时候写什么作文？报告班长，是班长叫我们举光人地看完之后要写500字的心得的。是你们要写啊？那现在出去浮力提升50下。我做就是了。1、2、3、4。好好报数。班长我不行了。这哪门子报告班长了？班长背我。什么鬼啦，变情色版的。报告班长，网上流传浙江省的高考满分作文，为什么这篇作文可以拿满分？到底大家有什么看法？我来念给班长听。好，报告班长，我要念咯。预备起。现代社会以海德格尔的一句，一切实践传统都已经瓦解完了，喂。什么东西啊？我没看懂。报告班长，我查一下字典。好难哦。第一句才第一 句就不行嘞。哇，好，我们好弱哦。报告班长，我查字典查完了，这个字念齁，叫齁屎。齁屎，继续念下去。滥伤于家庭与社会传统的期望，正失去他们的借鉴意义。但面对看似无垠的未来天空，我想寻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生活，好过过早的郑和。我们揣怀热忱的灵魂。报告班长，我要请求班长的允许。班长，我想要换成金片子可以吗？那我好像一定要说可以。说不行的话，那我们这个节目比较难做。我想问你，报告班长哪的脸要求奖金骗子啊？你这个卖国贼！剪辑，开演唱，军哥就允许你用金骗子吧。班长，因为我将来立志要前往解放军做卧底。你说美艳女间谍哦？今天我要先向班长展示一下，班长您说好不好？行。生活在树上。现代社会以海德格尔的一句，一切实践传统都已经瓦解完了，为好使。滥伤于家庭与社会传统的期望，正失去他们的借鉴意义。但面对看似无垠的未来天空，我想寻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生活，好过过早的郑和。我们揣怀热忱的灵魂，天然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不屑于古旧坐标的约束，钟情于在别处的芬芳。但当这种期望流于对过去观念不假思索的批判，乃至走向虚无与达达主义时，便值得警惕了。与秩序的落差错位，向来不能为越矩的行为张本。而纵然我们已有向实的蓝图，仍不能自持，已在浪潮之巅立下了自己的成庙。讲什么？我本来打起
的精神想好好的赏析这篇文章，你不要，你怎么可以突然间冒出一句？我现在忍不住了，我现在是不是很白目？哦，不行，我要笑到流泪了。因为你为什么把我内心最深处的话也说出来？我真的，我发誓，我在第一句的时候，我还是想要认真念完全文的。是不是？但你已经 lost 掉了，对不对？中间你就 lost 掉了，好屎就全是一个好屎就已经先 lost 掉一次了。我嘴巴在动，可是我不晓得我在念什么。我第一次体验到一个这么高深的，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变成了 Siri， 我变成了一个客体，这个世界的客体，我不是主体，我主体失去了。啊！天啊！我飘向了达达主义，没错，是为了我的好使。没错，你就是过早的整合了。到底什么意思、啊？好了，你要认真念下去啦！你要写的这么好，拉利亚陈苗嘛，好，继续陈苗了，是不是？对，认真点好不好？我的生活故事始终内嵌在那些我由之获得自身身份共同体的故事之中。麦金泰尔之言可谓切中了肯，这是什么啊？不知道，去吗？你有一个智慧念。不是，我本来是期望小布今天的参与。那你为什么不要念这个？所以小布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念的话会一切都很顺利，那我们就也倒也是不会一切都很顺利啦，又不会也不会念、啊、那我们就交给小布了。我觉得小布这么想要念这篇精彩的作文，不是啦，我的意思说至少不会就是怎么讲、啊、我不会落下一句在做什么，我会忍住全部念完再讲啊。麦金泰尔之眼可谓切中了肯气，人的社会性是不可拔除的，而我们遇上青云也无时无刻不在阴风界里，社会与家庭暂且被我们把握为一个搏击的符号课题、欸、课题出来了，课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尚缺乏体验与阅历去支撑自己的认知，而这种偏见的傲慢更远在知性的傲慢之上。我们请小布继续把它念完。来啊，怕你啊，随时拿手机。我告诉你，你真的会体验到我刚才那个感觉。好，没问题，那我也要金片子是吗？嗯，行，来吧。在孜孜酷酷以求生活意义的道路上，对自己的期望本就是在与家庭与社会对接中塑形的动态过程，而我们的底料便是对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角色的觉感与体认。生活在树上的柯西莫为强盗送书，心修水利，又维系了自己的爱情。他的生活观念是厚实的，也是实践的。倘若我们在对过往借韦伯之言拔媚后，又对不断膨胀的自我进行负媚，那么在丢失外界预期的同时，未尝也不是丢失了自我。毫无疑问，从家庭与社会角度一观的自我有偏狭过时的成分，但我们所应摒弃的不是对此的批判，而是其批判的廉价，其对批判投诚中的反制倾向。在尼采的观念中，如果在成为狮子与孩子之前略去了像骆驼一样背负前人遗产的过程，那其永远重复寻不能成立。何况当矿工诗人成年写顺从编辑的意愿，选择写迎合读者的都市小说，将他16年的地底生涯降格为桥段素材时，我们没资格斥之以媚俗。你知道我一路念下去了是不是？哇，这里念得很顺啊。就还好，因为你前面难的字你都念掉了。对啊，为什么啊？你这是怎么好像比较简单啊？ Lucky 啊， I am lucky。 蓝图上的落差终归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也未必明晰。
譬如当我们追寻心之所向时，在途中涉足权力的预期，这究竟是伴随着期望的泯灭，还是期望的达成？在我们塑造生活的同时，生活也在浇筑我们。既不可否认原生的家庭性与社会性，又承认自己的图景有轻狂的失真，不妨让体验走在语言之前，用不被禁锢的头脑去体味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大海与风帆，并效维持根斯坦之言，对无法言说之事保持沉默，用在树上的生活方式体验个体的超越性，保持性质却不又不拘于你所谓一世独立的单向度形象。这便是卡尔维诺为我们提供的理想奇幻范式。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身上天空。我觉得这是考试里面能写出这种东西，这应该不是人了吧？脑袋一片空白，一片空白耶。我觉得认真老师看到应该也是脑袋一片空白吧。他想说这个反正我也看不太懂，你给满分吧。很厉害耶，虽然有点就是很爱提，你知道，就是名人引用啦，但整体来说，我觉得写的真的还蛮强的，真的很厉害，是不是需要小布为你解说一下他到底在说什么？安排解说吗？没啦没啦，洗耳恭听。我觉得写的还不错啊，我听听。对，消化饼是真的自食驽钝啊。也还好啦，简单来说就是说不要太清高啦，简单一句话带过不就是这样吗？就是说你在生活中，你当然可以对你之前自己的一些过往的原生家庭给的一些价值观或是经验，你当然可以，你觉得你超越的时候，你可以，你会不免的有一种不屑以故的态度去面对他，但他觉得你不要完全的摒弃你所原本就有的一些生活体验或经验吧，意思应该是这样。你还是可以以这个当做一种基石，慢慢的在超越，就是对生活在树上的同时，但还要始终热爱大地。对，我觉得最后一句写得很好。你这样一讲我就懂了，懂了吗？小布布，我觉得 你有适合当老师的潜质。国老师吗？要不要加入教正的行列？我才不要嘞！拜托，真的、啊，我觉得现在各位王小姐们应该都恍然大悟。我刚才听了十分钟，不知道在干嘛。因为你知道，其实法律的意思呀，其实法律也是这样，就用一些很比较隐晦的、难懂的词，然后骗骗大家，就律师才有工作啊。对啊，好过分哦！你刚刚讲的那个完全不需要用，这是我的解读，可能他还有很多你知道，确切要用那些字眼才能精确的描绘出的情感跟想要传达的讯息，但是我太你知道化繁为简了对，我太粗糙了，是是是，也太粗糙了，对，我这个人就是比较糙了点，你知道吗？对，生活过得也比较糙对，要尊重原著的那个精神，精神是不是？不能这样子误读超译，没错虽然说作者已死了，作者已死是谁啊？罗兰巴特啊，我最爱的。现在大家来比、那個、大家都来比啊，结构主义我也很懂，略知一二啦。卡尔维诺我也有读过啦，大概前十页。我还没读到这一篇的，什么树上的男爵，或者读了前面的第一个故事。我读过哈利波特啦。你哈利波特不要拿出来讲了吧。而且我也只读一页。哈利波特有什么好只读一页的，很可以讲啊。很糟糕耶。阅卷的组长说，他说一开始这个文字令人看不懂，所以如你所言，第一位阅卷老师只给了39分，然后但后面两位的老师都给了55分的高分说明我们的阅卷老师还是能识别作文的好坏的。那第一位听了作何感想？对，他就说他把这个作文打成满分，不仅是给予这篇作文恰如其分的分数，也是展现出浙江高三学生的作文水准。不是吧？不是吧？他说有啊，后面有表示说不是一般高中学生能做到的啊，而且希望其他学生不要模仿其中的晦涩之处。我觉得他们也很怕吧，对啊，万一明年全部来，不是我真难字大赛。我不得不说，他有些词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不熟悉啦，我在想是不是用的有点过于生硬。不是你想吧，就是每个人都这么想吧。真的吗？那就已经失去了他用这个词的意义了，不是吗？语言的功能就是在沟通啊，对啊，你一直用一些大家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那可是因为这是考试，他就是要秀出说他很懂这些东西啊。你要看阅卷老师，我觉得我就是会打很低分的、啊，因为你就不爽嘛，写出老娘不会读的字。对啊。你就是39分那个啊，你就是给第一位39分。我改个作文，我们还一直查字典，累不累啊？现职老师说话了 ，Big word, tiny ego。哇，好呛哦！你怎么可以这么呛啊？你英文作文也是这样，你一直用一些深难字词，其实就是表现你自己这个人是很自卑，你就想要用一些字来 impress 那些评审老师。你以为评审老师看不出来吗？啊，可是考试不就是这样吗？不是这样，考试的真谛。说啊，我看你能讲出什么东西来，你跟我说。是在评鉴一个学生他如何善用语言进行沟通表达，完全表达他思想的一个能力。完全表达思想能力，那他可能一句话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写进去，那不是够完整表达吗？那你就要浪费我时间啊。不是吗？那你刚才讲我就觉得说这篇我看完就浪费我时间。那你写作文，那好，如果我就只写了那两行字，你觉得老师会给我几分？嗯，你不能看你写的是哪两行字啊。老师很正，老师很美的。我就给满分啊。你这样不行啦。但我就不得不说，就是你知道作文就不是我手写我口，就是 spoken 跟 written 当然会有差别。对啊，好了，我知道你要呛他，就只是说他。可是这个差别不是在说用一些艰涩难懂的字眼，那个就表示你作文写得很好，你懂吗？好，有些人有一些不好、比较负面的评价了，我们来看看。嗯，哲学鸡蛋糕创办人的朱家安在脸书就写到说，手上有哲学词汇，要写出看起来很厉害的东西很容易，就连其实不懂那些词汇的意思的人都能办得到。反过来说，要写出让人能理解甚至运用的东西才是困难的。嗯，感觉是站在消化饼这一边。嗯，中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齐立峰则批评，每句都刻意偏差、模糊、陌生化，又翻译式、欧陆哲学式的语法炫技，导致全篇难以足读。对其来说，这篇作文也是他山之石，担心我们搞思辨教学、知性写作，最后变成这样。嗯，我觉得你太担忧了，我们应该做不到。其实做不到了，不用这么担心 ，OK。然后对于刚刚那一篇作文呢，大家都有说，就是多数人是写过于晦涩，跟看不懂不做批判，对，嗯，所以这个作文就是引起蛮大的争议，嗯，因为大家有人是说真的还蛮就是看不懂的，我觉得。这蛮尴尬的啦，就像你讲的，他写成这样，你如果应该说阅卷老师给你评个很低分，会不会觉得就是显得你好像你看不懂？对啊，所以好像有点被迫于压力，不得不给高分，是不是？对，我觉得这个其实算是蛮怎么讲失败的一种教育思维啊，就是大家都在装高大上，然后其实没有人懂，大家都在装高大上，好喜欢这句话哦，好爱这句。我觉得这就是人，就是哦，你讲的很高大上，然后我肯定你的高大上，就表示我也很高大上，就是大家互相越来越高，然后没有人在懂在讲什么，这就是人生啊。学术界、文艺界不是一直以来都有这个现象吗？肖浩炳在这边要推行二次白话文运动，肖浩炳要成为小胡神。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我们台湾的范文是长什么样子呢？哇，你好狠哦！我现在马上拿台湾的来做对比吗？台湾的作文我们就不看职考或高考的那种，我们从比较简单的来好了，因为我相信刚刚听完那个大龄转台了。对对对，好，所以我们要从什么开始？我们就从今年会考的题目吧。会考啊，嗯，那程度不会差太多吗？不然我们先问一下，嗯，小布好了，干嘛？今天你是一个会考考生，你拿这个题目，大家会写什么？哦，好啊，好啊，先讲啊。我想开一家怎样的店？啊、哦，有讲过，这很好写耶，可是会蛮生活化的啦。什么叫可是会蛮？就是生活化很好啊，就往哪里不好了？就漏掉了，就不够高大上。对，我就是迷信这些，就不够高大上啊。你可以开一家很高大上的店啊。好，我想开8号当铺。也就是说，那个陆德伟跟天心，还有天心，大家知道吗？会不会太老啦、啊？这种丢脸哦。可以吧？哎、欸，我觉得八号大铺这个 concept 很棒，好不好？它
其实有很多哲学思考在里面呢。它是不是跟浮士德有点类似？对呀、啊，就是、那个故事对不对？很像啊、嗯。所以你不要这样小看人家好不好？当年那可是我们台湾网络小说的先驱哎。哦，是哦，它是小说改编的哦，作者是二叔梦，好丢脸哦。其实它里面蛮，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嗯，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不能开八号当铺吗？可以啊，你可以啊，啊很好写吧？你看我在想说我要开什么？你不可以开那个吗？爱情魔法师？可以啊，你啊，你知道那个魔法师我可能写不出来。嗯，牛郎店我很可以。哦，所以你要开个牛郎店？嗯，看到标题，老师应该就给你打零分了吧？欸、如果我写牛郎店，嗯，他给我打零分，是我可以去申请诉愿吗？可以啊，可以啊。但是通常法院会说尊重专业判断啊，这可受公平。零分可能有点过分，但可能就不会高吧。我不是我牛郎店，印象分数就差啦。你不要这样教坏人家，很多考生真的会听你的话写。我跟你讲，我可以从牛郎店找到真爱。不然呢？也是有可能的。我的意思是说。以写作文的层面哦，你可以写很多是不是，我可以写主体课题啊、哦、我不能牛郎店不能有主体课题吗？到底是谁在嫖谁？对，哎、欸，这不错耶，翻转他的那个能动性，没错。哎呦，你也现在开始唠一些，要唠大家一起唠啊！来，哎、欸，我们这集非常有深度哎，大家去 hashtag tag 一下，对啊，最有深度的一集是不是？真的，好啦，所以你会认真写你要开牛郎店。嗯、然后就是讲一些你知道主体课题的一些辩证思辨的过程，我觉得蛮有可写性的。大家都觉得牛郎店就是一个可能污秽下流的地方，是，但有没有想过，嗯，牛郎店其实它是一个抚慰人心的一个抚慰人心，它其实就是一种深夜食堂的表征。对，这些在都市这些异化被梳理的人们，哇，来了来了，马克思。可以了，满分。在肉体的交换之中，嗯，体验到了性灵的整体的提升，是，这有积极向上了吧？有有有，对啊，我觉得蛮好写的，嗯，很有可看性，所以不会拿到零分了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写什么哈。好，哇，这也被PO出来哦。有啊，从六级分到一级分都有，好尴尬，还把一级分也PO出来。我们那脚步先从。六级分开始看，从一级分开始看呢？其实我有点想看一级分，这样很过分吗？好，那么看，先念一下一级分的作文好了。好，我想开设一间这样的店。哦、好，我们来看看哦。那是因为他写的很少，好不好？我的梦想是想开一家餐厅，可以煮好吃的食物，还有好喝的饮料，也可以让记忆不好的爷爷和奶奶来这里上班。他们可能会经常上错菜。但我很害怕的是爷爷奶奶很怎么讲会被客人骂，巨男没有什么啊，什么意思？我看居然没有哦，好难哦，居然比较好写吧，巨男，他写巨男，他注音打多了是不是？客人都很温和的对待他们，而客人都说没关系，那我就放心了。这就是会让人充满温暖的餐厅哦，希望大家可以来这家餐厅。嗯，比较像就是小学生啦，而且他写太少了，篇幅的问题。爷爷奶奶搬出来了，这样不能得高分哦。你这人真的很不要脸。对啊，爷爷奶奶没有被客人骂，客人说没关系，不是一个很温暖的景象吗？是啊，大家不是杜文就是要看温暖的景象吗？可是有没有看到，就像我讲的，他太口语了。那我们看第二份，我不管。好，如果可以，我想要开一家黑客的店，一共会有这些服务啊、哦，找出系统漏洞，修复系统漏洞。这边都是很多注音，所以我念的比较慢。他写注音哦，给你。恨的人的手机电脑罐不会传播但很可怕的病毒，破解病毒手机电脑维修，写程式帮忙写回家作业，网络行踪追踪手机电脑开锁，制作网站等等的服务，只要你想得到付得起钱，这家店
就都办得到哦。我觉得不错耶，好像把具体的对呀、啊，这个服务项目都讲出来了。他已经准备好开这家店啦、啊，我觉得蛮好的對、啊，感觉他就是未来的科技新贵。虽然他是有点包山包海没有做啦，他可能自己会做的比较累。对，也许他就有钱，他可以请很多部门。嗯，是他的一个复合式，没错没错。对，我觉得还行哎，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蛮有创意的。好，那我们看六级分哈。嗯。在每个人心目中都有着各自理想的梦幻商店，妈妈的梦想是开一间充满悠闲气氛的咖啡厅，爸爸则是向往着拥有自己的古董店，而我则是梦想着以后能够经营一间乐龄童装。在我记忆中最疼爱的人便是我的祖母了，祖母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姑姑早夭，使得祖母的心中一辈子都有一个缺口，无法亲手为女儿打理外表，是擅长制作童装的她最大的遗憾。嗯，身为长孙女的我出生的时候呢，祖母高兴的接连帮我做了几十件婴儿衣呢。哇，爸爸说祖母一直都把我当作大姑姑的转世。哇，她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总会给我留一份，把我捧在手心上。嗯，在我们家的七八个晚辈中，我一直都是他最疼爱的一个。哇哦！然而最爱我的祖母现在却因为阿兹海默症而渐渐的失去了记忆，她的人生足迹在病魔的侵蚀下如同沙滩上的脚印，被海浪冲刷的模糊，现在她也记不得我的名字了，每次看到我便一个劲儿的喊着阿春阿春阿春，这是我那素未谋面的大姑姑在幼儿时期的乳名。嗯，虽然祖母已经记不起大部分的事情，但有一件事情是她没有遗忘的，就是制作童装的方法。当年祖母靠着一台缝纫机一针一针的为她的儿子们缝出一个遮风挡雨的家。哇，用她长了茧的双手以一件一件色彩缤纷的童装来为她的儿子们铺成一条平顺的人生路。就算忘了自己的名字，就算忘了家的地址，祖母也绝不会忘记制作童装的方法，因为那是她七十几年来的求生本能，早已如热铁烙肤的一般刻印在她的脑海之中。嗯，在祖母已经快忘了我是谁的一个夏日午后，哇，高潮要来咯。自己十岁的我和祖母一起坐在院子里的矮椅上，肩靠着肩，一起感受午后的暖阳。嗯，那时我开口问道，奶奶，以后我想开一间童装店，专卖奶奶做的衣服，一定会大受欢迎的。祖母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好啊，以后阿春要开童装店，卖阿姆做的衣服哦。就算祖母现在已经忘了我的名字，在她的记忆中已经把我和阿春姑姑的形象重合在一起，她再也不记得自己有一个长孙女了，但是我会一直记得那个午后我们的约定，我长大后要开一家最高级的童装店，里面卖的是由祖母亲手制作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哇，好感人哦。你看这个就写的比刚才那个什么就很好很多啊，怎么那个什么我甚至又忘记你怎么念，好屎哦，好屎，我记得好屎。还有那个、啊、什么正格啊，正格，哎呦，你看看人家写的用情至深，都掬一把同情泪。哎呦，嗯，这么感人，你看看。我们再看别人写什么，不念，但是看大家的创意。好啊，好啊。好，大家还要开什么店呢？他想开一间踩着湿润的泥土，不结实的大腿还在泥淖里挣扎。我看着农民伯伯背着一篮篮的蔬果，健步如飞的身影。嗯，所以他想要开一间这个。公平交易守护小农的果菜市集。哇，怎么这么有想法、啊、Exactly， 国三生耶、欸、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小农。对啊，什么是小农，脑海中都没有这个概念、欸、公平交易，还公平交易市集耶、欸、我的天哪、啊、一样六级分哈，他想要开的是展示柜上的折扇团扇，搭配着扇坠扇骨，皆出自于我的想法或是刻制的巧思，从挑选样式开始，青罗小扇扑流萤的团扇，书卷如风的折扇，啪的一声展露无遗、哦、然后他想开一间扇子店，还不错啊，蛮酷的，而且字很漂亮。我来了，我想接手爸爸的事业，虽然资本有限也不大，好，但是想把爸爸的这个精神传承下去。是什么店呢？是一个应该是做木工吧，是不是？哦，雷射雕刻店哦，蛮酷的。对对对，客少机球。嗯，
好，这一位他想开一间故事咖啡店。哎哎哎，这个故事跟我的八号当铺有点接近咯。好哟，对，故事咖啡馆，嗯，好，还有蛮好的啊。都没人开牛郎店哦。可能我跟你讲，即使有人敢这样写，老师也敢给分，但绝对不会出现在那上面。范文是不是？对啊，就是不是在范文上啊？你讲什么？好、啊，这样怎么教小孩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他想要开的是一个小说。哎，等一下，他写成一个小说，啊、这么厉害？对啊，这是一篇小说耶。您好，我从欧达远方来，听说在此海岸旁有座古堡，专门贩售以及记录回忆，是这儿没错吧？啊，身着红衣的女士眼中布满了血丝。看吧，八号当铺嘛，终于有人了吧？看到没有，六级分的概念 ，OK？ 哇，要六级分了，小布六级分了，各位。看到没有？还有什么呢？哦，我看到这篇，他想要开的是一间客家本色的面店。哦，对，所以他就说，因为他是一个传统客家人嘛，他的外公，然后呢会做那个福菜，所以呢从福菜教大家怎么这样子有客家的这种应景的精神。好啦，蛮好的、啊，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看，我觉得我们应该看指考作文。休息一下，进广告吧。この番組は田山竹生山的山，建筑的竹，芝芝、莎莎、风鱼、Sean、Emma 宝贝、Lina Chen 支持香港的 Yellow、水饺小卤妹、士林熊仔、新竹的小野、钢铁王小姐、Sherry。このような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青春爱消遣，消遣你，消遣完，青春爱消遣，有小花饼，还有小布，快来听哦哈！一零七不考作文不可能吧？他们不考职考，不可能啊！是真的耶！对，职考不考作文都忘记了，所以我们107之后就开始不考作文了。哇、哦，太嗨了！为什么啊？为什么不考作文？一都不考国文跟英文，那要怎样？他是已经想要废掉职考，是不是？差不多吧，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意思。哦，敬业情怀，对。哦，这好难写哦。对啊，我有跟小布讨论过啊。完全忘记，这好难写哦。这会很难写吗？敬业情怀耶，因为可能我很难以理解吧，所以我觉得超难写的。就是半夜不睡觉可以干嘛？就是看一些 A 片啊。哦哦哦，是那个敬业，我还以为是那个，你知道，有敬业精神。所以我还说我很难懂。那真的很难写。对啊。哦，你说那种静思就是什么敬业思啦，敬业思的那个敬业、哦那还蛮好写的啊。对啊，晚上不睡觉还能干嘛啦？对啊，难道到屋顶唱歌吗？半夜睡不着觉。有时候苍茫社会中的尘嚣总呛得我喘不过气，令我不禁想摆脱沙场中的飞灰扬长而去，似一只难行的孤雁不再回首。在烈日凉云中隐约闻得一曲梦逍遥，但逍遥终将是虚梦一场，所能得到仅是孤冷静夜中的一口喘息。郊区的矮房中，在静夜的笼罩下点起一盏幽静的灯，外头的矮灌木丛随一缕清风摇曳，屋内的火苗却闻风不动，犹如明窗前品味着小说的我。静机映照着玉盘冷漠的柔波，城市中的叫喊在我脑中缓缓沉默，直至不复存在，只有一行一列并排的星系名体在书本上，在我瞳孔中摆动。虽然处于水泥钢筋冷冰的怀抱中，却有如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般的从容。直到万籁俱寂的静夜，我才明白那首曲子4:33的用意。随时间流转，心中砍着已久的巨石才得以放下滚落，随时空的洋流悠然而去。这时唯有自我的桃花源，藏在我心中难得一遇的曲径通幽处，小国寡民。不幸的是，很快的心中的秘密基地再也无法自给自足，燃烧的火苗尽了氧气，月光也步步下沉，书的尾页也被我终于合上。随着结露和成霜，一道响而亮的鸡鸣
划破了我国纸薄般的泥墙，结束我的闭关锁国，结束了我的清醒梦，结束了我的静夜思。人生还是得过下去，决泥扬波不够。哎呦，我又不会念了吧？我就说吧，我跟你讲，指考就难度很高啊。是学策哦，学策讲错，学策。哎，怎么样？哪个字啊？我应该也不会念。你来啦，你来，我应该也不会啊。这一定你会，你国文这么棒。屁啊！那你为什么不会？这个靠腰嘞，什么东西啊？不遭错离。不遭错离的意思呢，就是指吃酒渣和喝剩酒的意思，比喻随波逐流、与世浮沉的生活态度。哇，对，语出《楚辞·屈原·渔父》。我无法仿效屈原，我也无法仿效苏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决心和情怀。我要的只是放下，像放下巨石的薛西弗斯，像放下背提力采的但丁，走过了九重天后，带着经过洗涤的心路过人间，路过人间，要唱歌了。毕竟人间才是我的归属，我余生的用情处。一次次的静夜神游，就是我精神的阿司匹林，我埋藏胸中的至宝，一幕幕的闪烁，一颗齿轮带动了时针。自夏转秋，自冬入春，雨破金直之处，南行的孤雁也终将北返，等待下一个白鹭。看到没有？刚刚那个成语再讲一遍。不遭不遭错离。今天教大家的成语哦。看到没有？怎么样？怎么了吗？作文的本质就是这样的。就一定要你看名言啊，名人佳句啊，什么薛西弗斯一定要提一下，但丁也要提一下，有没有？薛西弗斯我也会啊。会屁啊，看到没有，中西合并，苏轼也讲了，有没有？桃花源也讲了，屈原也说了，屈原也说了，看到没有，该提的都提了，该提的都提了，就是你在分数就往上加，就没有我想要看的啊。哦，青涩文学的部分哦。怎么可能在考试上敢写这个啊？你是在考试哎、欸，不是在搞笑好不好？只是刚刚那一篇我有点小小的好奇了。嗯，虽然可能他用的只是一种描述的手法，嗯，可是你到底为什么可以听得到鸡鸣啊？我刚看完的感想，嗯，我觉得，嗯，如果你要把它写成散文的形式，是。我们就会假设这是真实发生的事件，是。但是当它的写实性不够的时候，不禁让人怀疑，这个是不是您瞎掰的呢？就是不用怀疑啊，基本上应该就是瞎掰的，没有错。但只是你至少要给那个诚意，让人家觉得你是真实经历的嘛。哦，大家都知道是瞎掰的啊，只是看你的功力啊。所以最后我会写出我真实半夜在干嘛，是不是？对，只有你哦。很想跟各位老师玉振老师分享啊。人家老师也不想知道你真的半夜在干嘛好不好。谁想你出这个题目不是想知道我半夜在干嘛吗？谁想知道啊？随着一声声的喘息。现在很多灵感是不是？刚牛郎店接到这个很有灵感是不是？你可以连在一起写其实。对啊，对啊，就变一个短篇小说有没有？我刚刚不遭错离，我可以戳些别的东西啊。OK， 大家知道了。好啦，所以这是今天的青春朗读室啊，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超级有深度的、欸，是不是？对啊，你这个新闻找得非常好，真的引发了我们很多的那个、很多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怎么样？作文是不是没办法真正测出我们的深度？我们可能就会被埋没啦。我只能说，一向觉得作文这个怎么讲，这个制度对我来说很不利的我觉得没错，的确是如此。嗯，但我也不得不佩服，说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写出这样的文章的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很强啊，就是神啊，没有什么好说的啦。嗯，对，我只能说，就是考试制度总是难免会你知道忽略掉一些小部分的人的权益。我前两天翻到我一篇练习的作文，你说高中写都写的。不是，是我在考研究所吧？研究所有考作文哦。研究所考作文呢、啊？你说英文作文吗？中文作文。研究所考中文作文，然后呢？把这个给慧人王小姐好了，我来。来、啊，我要
有听过你的作文呢。我也不知道我写了什么耶。这篇是我们请小布来念一下我本人的大作。好啊好啊，我来念我来念。它的标题叫做是进退之间，感觉又可以往很多别的方面写。没有，我这个写得很认真。这个是认真的，用情至深。好，我来看看进退之间。我不像他们这些什么鸡鸣，最好是有听到鸡鸣啦。哎呦，呛这个真是。好啦，我来听看看。这是我的真实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对对，大家听了就知道。对，好，我们来听听邱画饼真人真事改编的小故事。进退之间，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的过程，小到早上方睁开迷蒙双眼便思忖该起床迎接，精力充沛一日，又或者再睡五分钟以换得懒床之乐，大到交上志愿卡的那一刻该把梦幻实际安全系锁填入哪一格，只可惜自己没有如果电话亭能一窥平行时空的自己。选择进的自己永远无法得知选择退的自我又活成了什么样，情路上尤其如斯，一进一退便是天壤之别。我并不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如牌局中的老手，也许是被顶楼大告白中抱得美人归的电视节目耳濡目染，我总以为爱得昭告天下，不说对方怎知道。于是通讯软体的一来一往，我无不卯足全力添加言语的星火，有些想你，快梦见我，今晚吃饭，明早晨换。你还押韵哦。这什么东西啊，今晚吃饭，明早晨换。我觉得很棒耶。很棒。我觉得很棒耶。叫什么，如咒语般，以为涌出便可召唤魔法勾心摄魄，却总忘了现实不如哈利波特的电影，叮咚一声后永远蹦出敷衍如哈哈一词，皮笑肉不笑的现代人话术。我被逼急了，只得拿出十分劲的力量，请你看电影。哎，那部爱情电影好像我们，随着斗大的爱心贴图不断放送，加上三餐问候，对方终究一度笑飞，很难过。对不起，对不起，我压克制一下，对不起，对不起，幸灾乐祸，白目行为。我没有白目行为，我是忍不住开心的时候不顾他人感受一定要表达出来。对不起，我们再来看。他说宗教已读不回，彻底杳然，方知自己进得太过火，吓跑了人。你现在才知道啊，怎么可能，你这种学法就很可怕啊。那些穷追猛打的不都是电影中的配角吗？意图明显到对手一望即知，何来的暧昧张力。于是一次次失败后，我终于拜师学艺。谁啊，在友人指点迷津下开始修炼退的智慧。第一次约会后得按耐性子不传讯息，等待对方的不安不断扩大，自然会由他进这一步。我退的越多，他便只会进的越多。抄着如意算盘的我，以为拿到爱情乐园的入场券，便使劲的退。今天就先不传讯息了吧，让他心痒。刻意不点开的讯息日积月累，却渐渐沉袭下来。我连忙回传，却发现爱情的火种已然熄灭，火苗却扑向另一个人的柴，而熊熊燃起。半夜到我家送饮料耶，他得意地说。我这一退终也敌不过对方的劲，我们之间只徒留对话记录尴尬的灰烬，可笑着自己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在爱情中，我始终学不会进退的哲学，进的催满油门
便撞得粉身碎骨，退得踩满刹车，便让他人捷足先登。也许爱情本就是一场赛局，唯有适时进退之人能胜券在握，又或者是 Tango 的双人舞，你进一步我退一步，方能舞出爱的模样，进退之间就是我和你的默契罢了。哇，写得很好哎，字字血泪，各位，字字血泪，真的耶，人生哲学。对不起，被马克思实际多了吧？可是你最后也没有给出 solution 啊。为什么做人要给 solution 啊？谁陪你做要给 solution 啊？好，我就是没有 solution 啊，我才活成现在这样啊。也是也是，好啦，有啦，感受出你那个用情至深，嗯，是不是？对，进退之间我真的始终拿捏不到、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何时该前进？有没有觉得这样的作文才是？你把你自己当范本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才是真实的人生体悟啊。是啊，没错啊，没错，对，嗯，很写实啦。很写实，请问玉珍老师，小布，我可以拿几分？文情并茂，满分几分我就给几分，是不是？好棒哟！好，所以可能玉珍老师心有戚戚焉呐，对不对？改改就说老娘也是这样，老师泪满襟，很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对，我觉得一篇好的文章必须要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嗯，而是大家都看不懂。没错，不是要大家都看不懂。没错，嗯，没错，嗯，文学讲出的就是一个共感，一种共情。没错，嗯，很好。那今天就在我们肖老师的范本下面，嗯，做一个完美的结束。是，也准备再给大家一个爱情的一课。我们今天给好多深哦，对啊，哦，资讯量这么满，对呀，啊，嗯，有没有有文学解析也讲到了两性那个关系，两性关系也学到了，难得录制一个这么有营养的一集。虽然说我们是自称营养价值零，嗯，但是那个你知道那个其实只是一个怎么讲，一种自谦之词。对，就是真文青就说自己是假文青一样的道理。嗯，对啊，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文青啦。其实心里面想说我就是真文青。对啊，我说就是文青是不会拿摆在嘴台面上来说的。对，文青不会说自己是文青。文青不会说自己是文青。对，所以我们也不像别的节目一直强调自己营养有多好这样子。你为什么前面讲的好好的，不要攻击别人好吗？管好自己就可以了。好好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嗯，我们今天的作文小教室下课。If you love money more than friends, all you'll have is money. If you're the sweetest thing there is, you're gonna find a honey. The more you count your blessings, the more you'll find. 'Cause life is a reflection.Walk a path of flowers, huh?
one goes around